空调型号怎么看匹数？空调的匹数原本是指输入功率，包括压机、风扇电机以及电控部分，一般用来表示空调的制冷量大小。很多人在买空调的时候，往往会关注空调的匹数。那么空调型号匹数怎么看呢？空调的匹数其实通过看空调内机上的型号就可以确定。以至高空调为例，一台型号为 TFR25吉瓦J150+N3 的空调，其中数字25即表示这台空调的制冷量是2500瓦的空调器，可以简称为一匹。如果数字是23，则代表是小一匹的空调；数字28，则代表是大一匹的空调。以此类推，一匹空调制冷量大约是2500瓦，适合12平方左右的房间使用；两匹的空调制冷量大约是5000瓦。适合25平方左右的房间使用。